栏目，跟着老师动一动。他们也跑太快了吧？又跟丢了啦。可是你不觉得刚刚那个老大跳舞超帅的吗？对啊，好想变得跟他一样哦。那你刚才有间舞蹈教室哎，要不要去学一下？好哇、啊，好哇、啊。老师，你在干嘛？我在跳舞啊。干什么东西？这样的烂梗，那你也敢放？哎呦，你懂什么啦？这叫专业啦！而且啊，这个大叔好幽默，好风趣，讲话好有磁性哦。讨厌呐，不要这样啦！就看在你们那么喜欢我的份上，就教你们跳舞吧。太好了！你已经是我的人了。你们已经准备好了，去吧，继续踏上你们的旅程。是的，老师。经过修炼的怪兽与他们产地能否展现成果呢？让我们欢迎丰原高中 Wolf Dance 所带来的表演。